没有任何立委可以介入这个事情，哈，这我可以100%的跟大家保证，好，那也没有任何立委来到我们实地市来跟我们关说，哈，都没有这样的事情。然后第二个哈，那采购疫苗在这样的疫情里面哈，当然是一个国家的大事，好，那大家一定会关心啊，那免不了，好，但是也希望哈留一些些的空间哈，让我们在谈判上面，好，或者整体在进行上面更顺利。那一旦哈能够有进来的疫苗，我们就一定会跟大家来做报告。我们之前有支付的那个5000万美金，然后有被退回这件事情是有的嘛？那是不是被就是上海那一边就是有刁难？这件事情可以回应一下吗？连5000块都没有了，不要讲5000万了。哦，那5000万这么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数目哈，这都不是说我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。这未来在这样的一个汇兑的往来里面都会很清楚，好，也绝无5000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。就是台湾民众党他们就是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要公开透明，说明疫苗的进度相关资讯，然后让国人安心。想请问指挥中心的回应，谢谢。有什么样的回应？你问我说有什么回应？打开门就说要透明，有，我们一直都很透明呐，好，我们一直都很透明，尽量能够透明，那能够讲的我们一定讲，嘿，能够讲一定讲。